主，主啊，谢谢你吸引我们来到你殿中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赐下的灵，使我们能更深来依靠你，主啊，更深来亲近你，主啊，能够更多来注视你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我们的心。重要的那一些，主要单单以你我们的至宝，主要单单来追求你，主要单单来回转向你。我再次到你跟前，焦点我向你的爱，世上一切都属虚幻，唯有你永远真实。破碎的梦，荣耀冠冕，全摆在你宝座前，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，为你暖洗我心灵。主，我要敬拜呈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想邀请大家来做一个祷告。如果我们曾经被其他人伤害过，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胜过那些伤害的时候，让我们将这些伤交在神的手中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医治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学会学习怎么样饶恕其他人。又或者这个我们不能饶恕的人，其实是我们自己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接纳的。求神赐一个更新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重新被他所恢复，重新被他来释放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使得我们将每个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真的是我主啊，赐下一个更新灵来我们当中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恶，主啊，靠着我们自己所不能胜过的，我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经历到你那个大能力，主啊，再一次能够经历到你同在的时刻，主啊，再次恢复我们的生命。主要无论是主要我们曾经受过其他人的伤害，主要我们不能够饶恕他的，主要或者是我们自己控告我们自己，主要不能饶恕我们自己的，主要求你再一次主要用你的恢复来帮助我们。
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你已经眷顾，你添加奖赏城市，有些舍身为将我赎回，永远归。真理神秘，是道路真理神秘。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主，我要敬拜称谢你，你是道路真理。是的，我们将每个孩子交在你手中，全的灵亲自来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主要帮助我们再一次回转向你，再一次来到面前，单单以你为我们的至宝，单单来寻求你。主要求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国家每个人的健康，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胜过在这个土地上一切的疾病，主要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个大能的医生，主要你是那一个全能的救主，主要我们将我们所需的一切，主要我们将我们的软弱的一切都交你手中，求你亲自来看顾。我们祷告不完全，我们要用主导你所教导的主导完人这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各位弟兄姐妹请坐。